就是美声，但是今天讲的是初恋的主题，初恋你无，你没有，所以整首歌只能讲你顺顺的唱下来而已。可是感情面，我们感受不到那个画面。雅文老师，请问现在几点呢？不是，是我们幸福的起点。哦，雅文老师都符合哦，长得好看，好看，孝顺，聪明，聪明，哦，有礼貌，有礼貌，确实是你幸福的起点。OK， 那边请七老八十，希望爸爸妈妈可以就是一起就是恩爱到七老八十，然后像初恋一样，就是那么的甜蜜。那是有你陪伴。我心安一半，咱的缘分天注定，不通大声细声讲话就爱听，听无的人才会好命。不管草地有烟，也煮饭洗衫，为着你我拢甘愿。假使的人对我真心袂变卦好。我一生决定跟你走，有一天咱会愈来愈老，老到会愈行愈慢。有一句话紧讲予你听，你的耳孔行会愈来愈重。也是一样没毛病，水就是美声，而且呢，有当下用低音来个看到管，卖用硬撑硬尖的真声来唱，这是对的。你要用低音来度过你的变声期，有当下用低音装饰一下，让它过去，一样整首歌会很好听。你今天展现了这样的功力，但是今天讲的是初恋的主题，初恋你无，你没有。所以整首歌只能讲你顺顺的唱下来而已，可是感情面我们感受不到那个画面。其实唱歌尾音你是可以营造的，平彦你绝对有那个能力，加油。那另外提醒你一个技术上的问题，就是你唱到一些鼻音的时候，比方说嗯或嗯当有没有，或者是宽，你太早到鼻音了，你了解我意思啊，撸来撸当，应该是到最后收的时候才回到鼻音。那你太早，就当就嗯在那边等。你的耳孔行会撸来撸当。这个给你一个小小建议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秀，我上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。李家贝就和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。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。
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，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Happy Birthday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好快哦，生日快乐，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